塘，看到我身后，这个是一个红色的鱼灯塔，在这里它能够指示我身后的这些渔船能够回家，看一看我的这边风景，是不是特别的漂亮？真的，站在此时此刻，心情瞬间就会变得特别的开心。虽然今天的阳光特别的刺眼，但是我真的非常的幸福。此时此刻，我只想留在这里，不想回家了。太漂亮了，静静的海面，波光粼粼，所有的烦恼全都没有了。今天的天气也特别的好，大家去看这样的天空，万里无云，一片晴空，然后再配上蓝蓝的海水。太漂亮了，太美了，我哪里都没有这样有氛围，这样静谧的感觉，真的太美好了。Hello， 大家好，看看我身后这一艘一艘的小船，这就是渔民们天天出海打鱼所用的船只。在这里的海里竟然还有很多的海鱼，一条特别特别大的大黑鱼就出现在海面里，简直特别的神奇。大家是不是觉得这里的风景像画里面一样，波光粼粼，简直就是人间仙境？是不是大家也想拥有一艘这样的一艘小船？我的梦想就是拥有这样一艘小船，坐着它去海边垂钓。大家看一看远处的这个寺庙，高高的塔尖就伫立在这里。真的，我以为周围只是海的时候，抬头一望，竟然看见了远处有一处寺庙，简直太神奇了！我的天哪！看，寺庙的塔尖已经够到了云的顶端，有没有一种像天上的天宫的感觉？我好想去那边去看一看呀，是不是这里有一段神奇的传说，在这里发生着一个一个又神奇和感人的故事？太神秘了。漂亮，看这边有一只鸟向我飞过来，静静的看着它，简直太静谧了。走，可以跟着我一起往前看。大家看到这条线了没有？就是这个海岸线上的这条线，就看这些云层低低的浮在这里，就像一个棉花糖一样把你紧紧的包围。哇，我感觉我来到了呼伦贝尔大草原。太漂亮了，这里叫大串自然公园。之前的时候大家可能就在这边就是办演唱会和就在这里面喝咖啡喝红酒。现在大白天虽然没有这些东西，但是这里的风景依然很漂亮。可以看一看这边，我们看这只小鸟又从低处飞向了高处，它飞远了，追寻它的梦想走了。海风拂面，阵阵吹来，心情顿时开朗，真的太美丽了。可以看，顺着我这个镜头看，那边有一个海的一个弯的海峡，那边的水真的太清澈了。看这个海面在静静的往前流淌，哇，没有什么词能够形容此时的心情，就是两个字，壮阔。Hello， 大家好，看看我身后的这片海，哇，一望无际，蓝蓝的海洋和波光粼粼的海面承载着每个人美丽的心情。我们此时来到了濑户内海国立公园大川半岛。其实起初我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我以为这里是可以边烧烤边看着音乐边喝着咖啡边看着风景，后来发现在这里欣赏风景就够了，其他的事情没有办法比拟此时的心情。看到
那这个是一个望远镜，可以看到海面上船只具体的行为和行动，特别神奇，就像一个潜艇上的一个望远镜一样。其实我站在秦岭公园最著名的一个桥的上面，大家看这个字，这就是传说中的许愿桥。传说曾经有一个传说，当我们每个人默念着心中的愿望的时候，走过这个桥面，我们的所有的事情都会梦想成真。大家可以跟着我一起想一个自己心目当中最大的愿望，慢慢的走过这个桥面，看看我这边的风景是不是特别的漂亮。有这样的美景，再加上你的愿望，一切都会美梦成真的。大家跟我一起往前走。太漂亮了，这里！看看我周围的风景，看那边还有四艘帆船，云如此的低，就像天上有棉花糖一样。这还有一副眼镜，太神奇了，像中国的那个福寿星一样，胖胖的大头，还有一个可爱的小眼睛，这是一个笑脸，真的太卡哇伊了，特别可爱。哦，我的身后还有一片松林，这个松林这就是大片的迎客松，参差不齐的长在这里，非常非常的有意境。那边还有两个玩耍的小朋友，估计是在诉说自己心中的愿望。这个景色真的太美了，希望大家有机会能够在这里去感受这个景色的美妙和这份静谧。嗨，大家好，看见我身后这边，这还有一个木棍儿，然后那边是一个粉色的彩霞，看见了没有？前面那三个帆船向我徐徐走来，哇，太漂亮了，这里我真的太开心了。希望大家跟我一起来这里，来海边玩耍。